香港歌手连诗雅拥有精致外貌、高挑身材或封为长腿女生，她歌声优美备受粉丝们的喜爱，但近年因新冠疫情影响已经有一阵子没有开演唱会了。近日歌迷们终于迎来好消息，连诗雅透过微博发文透露六日到广东进行演出，让粉丝们兴奋不已。然而不少人发现她在文中写到出国表演，立刻引起不小的讨论，大批网友涌入留言批评，认为她是在支持港独，建议大家不要买票支持她。随后经纪公司火速出面道歉，称贴文由新晋同事代发，内容未经艺人及公司同意，目前已经被解雇。连诗雅转发了公司声明道歉，不过有粉丝替他还价表示，贴文内容可能是直接复制了先前到马来西亚表演的文案，再加上连诗雅本人是日本国籍，因此相信他立场没问题。